来看，在电影《海角七号》当中，眼活茂博的林宗仁日前过世了，让大家相当不舍。马总统今天下午也到茂博灵堂来上香致意，而见到马总统来访，高龄90岁的林妈妈忍不住哀伤，频频拭泪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真的是相当难过。而马总统，您看到他也拿出手帕为他擦泪，手呢也紧握住林妈妈的手来安抚情绪。而今天马总统一身黑色西装，神情凝重，全程不发一语。而在上香献花跟献果之后，跟茂博的母亲以及妻子简单致意之后，就随即离开现场。